花莲庆实金顺法师亲临会场，为民众发送福会红包。平时参与乐龄的迎法长辈，化身台上主角。台南市消防局警义消队员特地来进行各项防灾抢救宣导。 你要持续作案呀，不然他心脏对持续作案呀。在遇到事情的时候，要怎么样可以临危不乱？刚刚的练习，在未来之后如果真的有遇到会要用得上的话，会是很大的帮助。包含 CPR， 消防栓的操作，还有许许多多的闯关活动，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学到一些防灾知识，平平安安过好年。那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 震撼，你要怎么做？坚固的桌子底下，趴下，稳住掩护。消防队的英雄们，来帮我们在地震来临的时候该如何应用在当下的急难啊！紧急背包的宣导，这都是我们平常日常就必须要预防起来的。我们用最虔诚的心，我们来发一个好愿。人人发下好愿，愿天下无灾无难，世界平安。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秀玲、邱丽敏、王永洲、陈和生，台南报道。